大家好，我是 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Cindy 夜话 Warlock 系列基础教程。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知识点是 Group By 分组查询。请大家特别注意 Group By， Group By 呢就是分组查询的关键语句。Group By， Group 是分组， By 就是根据，根据什么进行分组。好的，接下来我们依然还是回到 EMP 表，根据什么进行分组呢？哎，我可以根据职位进行分组，也可以根据这个部门进行分组，因为你看很多员工都是属于一个部门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这样子吧，用这样一个练习哈来引入我们的学习。我要得到每个部门的总人数，那我首先是不是要先按照部门进行分组呢？好，接下来 CNACT from EMP 表，注意 group by 写在哪呢？ group by 其实应该是 CNACT from where 之后哈。 group by dept number， 因为是得到每个部门，也就意味着我是根据部门分组。 EMP 表中跟部门相关的列只有 dept number， 那么问题来了， CNACT 之后跟什么呢？因为我是要统计总人数，上次课我们在介绍这个多行函数的时候哈，专门有一个函数叫做 count， count 是计数的意思。那么我看的新看看，如果说上次课我们这个总人数是统计整个公司的总人数，那么这次课的 count 新是统计什么呢？配套了 group by 子句的 count 新，看一下啊，653，那这样子CNACT DPT number 逗号 count 星，给一个列名叫做部门人数。 OK， 哎，出来的结果就是部门30有6个人，部门20呢有5个人，部门10呢有3个人。哎，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我就以部门10为例，一条记录，两条记录，三条记录，没错。好的，这就是 group by 分组查询。请记住，分组查询一定是要根据某个列来分组。比方说 dept number， 因为有很多重复的值，我就把部门为20的分一组，30的为一组，10的也为一组。分组之后，请记住先分组，分组之后呢来统计每个部门的部门人数。好的，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分组查询呢基本上都是跟多行函数，也就是统计函数是配套使用的，请大家注意是配套使用。那现在的问题来了，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 group by，我还可以根据这个部门分组去获取每个部门的最高薪水 salary， 部门最高薪水。好，看看 OK， 好，部门30最高薪水是2850，部门20的5个员工最高薪水是3000哈，部门10的3个人最高薪水是这个5000。同理，我也可以把这些加上，但是加上两个字叫做部门，因为上面呢我是没有分组的，也就意味着是统计的整个公司的哈。那么下面加了分组，就代表我统计的是每个部门的信息哈，每个部门的信息。 OK，那么这个就是 group by 子句。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 group by 子句的一些基础的语法。第一，我既然是根据 dept number 来进行分组，那就意味着 CNACT 之后出现的列出现的非参数列。什么是参数列？ salary 是 max 函数的参数，所以它是参数列。好，请注意 group by 之后的列是才能够出现在 CNACT 的之后，成为它的非参数列。如果
我加了一个列叫做 scenery， 这个 scenery 并没有出现在 group by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哎，报错，请注意 ，synact 之后的非参数列，非参数列必须出现在 group by 子句之后。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它的语法就是这个，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这句话是报错的，因为 synact 之后出现了 dpt number 和 scenery， 也就意味着你要修正它，要么就把 scenery 去掉，要么就把 scenery 继续放在 group by 之后。但是你会发现放在 group by 之后就变成了我是根据部门的编号加薪水来进行分组，而不仅仅根据部门编号分组了。这种分组呢，其实我觉得哈，从目前看起来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含义，除非是有特殊需要哈，我就根据两个条件进行分组。好的，这个就是 synact group by 子句的一个基础语法。记住 group by 呢是通常都是跟多行函数，也就是统计函数一起运用，意味着是先分组再统计哈，统计每个组的一些信息。那么第二个需要遵循的语法就是 synact 之后出现的非参数列必须出现在 group by 之后，那么参数列不在此范围之内哈，参数列随便出现多少个都无所谓。好，这个就是 group by 子句。分组统计呢，在我们的项目开发中其实会经常运用到，比方说我还可以统计什么呢，根据职位哈，职位来进行分组 ，from EMP group by job， OK， 好，这个就是统计每个职位，比方说 clerk 四 ，salesman 四 ，president 一哈 ，manager 三 ，analyst 二哈，是这样子的 ，OK， 这个呢就是分组语句的用法，那么。本次课呢，我们的内容就结束了。请同学们下来以后多多练习，我们下次课再见。